时候，喺呢个香根据香港法例232章警队条例附表一内容如下：本人谨以全能之主发誓，谨以至诚作出宣言，本人会竭诚依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效力，为警务人员忠诚坚持及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，以不畏惧、不徇私、不对他人怀恶意、不敌视他人，以及忠诚努力的态度行使职权、执行职务，并且丝毫不怀疑地服从上级长官的一切合法命令。重点是合法命令，希望你阿 Sir 你哋執行職嘅務嘅同時，能夠反省一下，係咪需要用過度嘅武力對住我哋？同一樣都係香港人。最後，我哋會講出我哋今次嘅五大訴求，再重新俾你哋聽。我哋嘅一直訴求都係好簡單，第一，徹底撤回修訂條例；第二，收回報道定義；第三，撤控至今所有反送中抗親者控罪，撤銷所有反。第四，徹底追究警隊濫權情況。第五，以行政命令解散立法會，立即實行雙普選。記住，警察同市民唔係敵人，你哋唔應該站喺政權嗰邊。等他們躲在你們的 警棍後面。多謝警察，希望你們將今晚的說話聽得入耳，記在心中。多謝。